现在被困在这个魔的各个角落，你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去寻找你们的队友，然后一起回到这个地方，用时短者获胜。不会难的，不会难。我今天跟女生借了第六感，所以我相信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我应该可以找他。3、2、1，开始。 应该不会在垃圾桶里面。我看到我的人在那边，现在我先出去啊。 我的第一个队友 ，yes。 走啊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啊！救我！我们进去！
Thôi. Mày thấy chưa?确定我们聚会的队友？这边咯，应该就在 basement。救我！好像快啊，总比很饿啊，很饿啊，就变吃好汉。你组长好不给力，你自己没跑气。你们都没有。
喂，什么什么？你们的生命线，并保护好它。生命线也就代表着你们的生命。那可以吗？这样子是。拜拜。好，非常好，你们表现真好，我在考验你们。刚好需要实验品，那不是实验助手。实验助手。没有没有，实验助手，他是每个气球需要男生的氧气，来，你们是他们的男生，我听了气。来来。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使用不一样的道具吹气球，十秒内吹得最大的将会获胜。好，很好。想一个。不要这么。蛇有蛇。给我。哎，怎么越来越大？请准备。为了证明我没有被感染，我要去当爆竹前。预备。请准备。请准备。加油加油。预备。三。二。一。开始。你好伟杰，你好伟杰。哇伟杰好帅哦。伟杰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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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油加油。时间到。红队。第四组请准备。请准备。预备。三。二。一。开始。Thank you.
所以比赛。